好，我了解了，我感觉走路都有风啊。以前讲你是三 D 同胞，安尼，我说不是啦，我不是啦，啊，你讲不是啦，迄个话，迄个明明就是嘛。有一天我伫迄个摄影礼服，我看到台湾主席牌，我伫遐做经理，啊，迄个华视。一进来要结婚嘛，我讲我的核心呐，哎，您好，我是啊，我是泰雅族，我不是啦，这样我不是啦，我跟我太太讲，哎，生较贵，生较贵，无认同家己对不对？我本来是要拍折，结果我不是啦，你好，我见你不是啦，我都更较贵的啊，算认同家己本土台湾人，好冇？认同家己是本土台湾人，举手。无举手呀！吼，哦，啊呵呵，个，啊嘞，真乖。来到这上课是不是袂歹？啊，所以呢，来到这发觉讲啊，这讲是一条路。啊，真理，我今日所讲的哈，真理与爱。咱台湾足济人不公不义的代志哈，凡这些我们也无天理，是不是？这宇宙中有一个真，那叫真神，迄不是宗教哦，无掉。宇宙中为什么天星这么样的有规律？为什么不集状？绝对有一种律在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掌权者的家嘛，这真它不是实际的啊，它是永久的，它是恒久的啊。希腊文来的真只有写真，没有理啊。这理哦，吼，大家都就好讲得理啊。讲一嘴道理，哇，好听，结果呢，显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失去了真的意义。那另外一个是爱，流亡政府来到家，咱看到伊说者对本土台湾人有没有感受到爱？尤其即马有一个马吼，马你敢知？哦，看到恁哦，都是。一大堆黑人，你安怎爱安怎叫，伊嘛是淡定，迄是恁兜的代志。哦，恁是黑人，恁兜的代志。这种性格，他已经失去了真，失去了爱。今日台湾民政府来到家，互人感受迄种爱是偌呢好，互相的扶持，彼此的相爱。咱人，你看。咱市内都市啊，住在隔壁啊，二三十栋啊，唔捌就好啦。人出来是看到你就安尼，吼、哦，阮部落是嘿，爱好技术，阿妹子，丁马顺台湾族啊，大家说伊马拉勒索，这样，大家拢嘿，哪里去了？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啊，还是阿妈讲，阿妈讲讲的呢。因为以前的教育，流亡政府教育是，我袂当讲，我袂当讲就是母语嘛，所以拢惊孙仔去上课。阿嬷，老师跟我讲呢，很久呢，这样。啊，阿嬷向迄个孙仔讲，迄个哎叫嘛，学习这个中文嘛，所以去部落的时讲，哇，看到恁的时讲，你们哪里来的？啊，你是为倒位来的？哦，来到我家里来玩玩好不好？还有挑，还有 Q 哈，还有这样哎，拢无赶快，所以笑话很多。阿妹如果说那么好这样，你有听到这個故事无？但做这唔通讲啊，这是一个哦，因为这是直播，连刚好书法咱来讲啊，拄到阿妹如果讲那么好，所以我就讲以后生囝唔通叫那么，因为阿妹如果伊叫南摩了，后壁个又就好安尼啦，所以这吼也当做黄色的笑话，这不是啦吼，要未满十八岁直播不能讲吼，咱食饭饱的时来讲哈。所以呢，失去了爱，人就猜测，人就嫉妒，有没有？所以产生了怎么样渴望？人受到逼迫，受到不公不义，他就产生了渴望。我唔忙得到自由，我唔忙得到安怎？好，有这种渴望、渴求，在他的内心深处。咱今日本土台湾人是不是安尼？咱就忙得着咱家己的尊严。当年来，咱努力、咱打拼，为了什么？今日咱会当看，
咱是为着你个我，咱是为着少年的，咱是为着咱的子孙。咱今日来到这，无安尼看，无安尼觉察，咱子孙以后一天讲阿公，拢嘛是你。海军即马今仔日做外头，去国外想当下要困的时，我想阮爸爸，我想阮妈妈。你看在外头，暗时也目屎流，对不对？伊也是人呢，囝伫外口，伫顶头，伊来台湾遮做，无暝无日，咱的子孙就是安尼，你敢知？你有这样感受无？所以你来到遮是对的，遮是大港的路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少年人，你听恁爸的话，恁听恁妈妈的话来到遮，你是非常好，你是非常的幸福，你是非常巧的人。因为这个路，你父亲绝对告诉你说：“来，你去，我也相信你绝对是反对的。”我早上见嘛，赶快呢，找些理由啊！啊，我公司唔放假啦，我公司都不准啦，啊，你看，迄就是理由啦。哦，我讲上辈，我爸爸把你爸爸在上辈哈，甲你通告，你搁袂了哈，我你好，准都好啊，你个准都好啊。哦、我们的心是非常的迫切，好，足济人少年人来到家，你看，比如六长安尼讲起来，咱以前伫外口唔捌听过嘛，对不对？咱今仔毋是甲中国流氓政府来正面对抗，咱无嘛，干么？我们不是拿枪杆呢，我们来是用法理的论述，所以有真有爱，渴望就能够新的复兴，对不对？有新的复兴，所以我们来看看，今天真理它是冷的，没有情感，即就是即，对不对？他不关说啊，无讲啊，阮兄哥是长啊，阮呢是秘书长，歹势吼，阮是后壁后头外的，歹势啊，我大拢无要紧。真理它就是不会受到这些关说的，好，真理它是冷的，没有情感，不用情感。爱呢，它是热的，满了生命。你碰到我，你看到我就有感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能只看哦，一看产生感情哦，哦，你得要控制这里。好、哦，它生命是满了感觉，满了体系扶持跟怜悯。咱今日台湾民政府同心，你敢知？哦，上课完毕，叫啥？哎，这是我的同心。什么叫同心呢？同一条心，说一样的话，走一样的路，过着一样的生活，思想思维都是一样，叫同心。同心不是跟他讲呢？哎，那是我的同心。我头一讲，嘿哦，那人哦，外歹，你敢知？那人安怎安怎呢？你敢同心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无真无爱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正知道渴望刚才那段讲诶，人受到不公不义，人受到了逼迫，人受到了没有不义的待遇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反抗，他就渴望得着公平，他需要渴望得着去的尊严，他就渴望产生渴望。那今日本土台湾人是不是受到足济的迫害？二八事件了。你看，咱的精英一个一个都无去，咱是不是足好去？咱不安呢，在早期咱都无去啊嘞，吼、哦，咱早到迄度安呢，吼、哦。我因为风安尼吹吼，我脚麻手麻，因为我摔过，吼、哦。诶、两当前的坐迄度，咱的餐宴街迄度去游览车摔了吼，我手都麻，脚麻啊。叫我行路，我讲看我的脚都麻，叫我行，你叫我走。但是有一处我感觉讲，有得到一个启示。这条路，咱爱用心去看，为着咱的子孙，我脚麻嘛是同款白啊白过，对不对？咱有些这种信心无？无论安怎，我脚麻，我唔是，那唔是，哎，唔是借口。他那个不是借口，他只是激励我，为着我的子孙，我白嘛白到家来。我倒回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讲，哈、哦，好佳哉！兄弟哥给我塞了一摆，我看到这台湾论述，我就得到新的盼望，
新的方向。所以这个情形我们更应该要好好用心来去看，因为法律它不谈情感的，这个三角关系不能缺一啊，法律不能缺一。台湾民政府绝对不用感情来看，当然你要看台湾的主管啊，必须对我讲，我头一出来听的是啊，对我讲，而且屏东听的是，刚才听起必须对我讲，你要认识台湾的主权，绝对放弃你的情感。我刚刚刚唱起来啊，对吼，我以前就是你看，当初是啊，这个民进党。哦，物价出钱出钱出得，看来无偌久就来个迄个啥，迄个啊建国党，哦建国党，我当初是台湾共和国身份证0001呢，我还个保留呢，哦身份证0001呢，哦到今嘛看看有影是戆的呢吼，0001表示咱有心啦吼，为了台湾，到尾个台联党。哦，我在这里阿辉白讲吼，撒卡以上啊，台联党结果呢？我讲我不爱，不敢呢，不敢啊，我白的。所以我个感觉讲，到今仔日到尾啊，听到秘书长讲的，看台湾的主管，就对袂当用感情啦。我一旦够较醒起来，无咱来试看卖，了解了讲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你敢知？结果咱以前物价物价安尼哦，结果是落伫隔壁迄个门啊。吼、哦，咱甲带安尼洗一年，你讲哎呀，这叫刚是咱来的路。哦，我们真正要寻找的路，所以我们看到了，必须回到法理论述，法理的论述，看了解台湾的主管，因为台湾民政府的同心们，你看那是满了爱，彼此的扶持，我们不要斤斤计较。但是来到这里，很多人到尾就是为了排位，排位是过去的人说的、不是排位，不是卡位，我们不要为了卡位来去争执，彼此扶持。一条船里面有多少岁，我这从小的一个，你说有没有功能？你看这手是有功能吗？是什么功能？我讲，哎呀，你敢是像这样姿势非常水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迄种足享受呢。哦，若是讲上足上的是，即安怎？你用这看麦，你用这用看麦，敢有法度？帅哥，三兄弟，哦，老大，你常常用这样子哈，有无？所以他很小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能没有他，对不对？身体里面我不能没有你，你肯你是大的，你是眉毛，我是眼睛，你看。眉毛、眼睛，安尼白须是毋是足水？吼、哦，我看到两个放电呢。啊，有一天吼、哦，眉毛讲，哎、欸，那个眼睛讲，眉毛，你不要再上我的上面了，我讨厌你啦！哦，你不要离开。好，眉毛更加安尼有水不？有水不？无可能代志嘛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我们彼此来到这里同心合一，因为我们叫同心嘛，必须要同心合一，站在统一的立场。站在一的立场不简单呢，站在一的立场是世界和平啊呢，但是不简单，因为这些人嘛哈，这是人，所以呢，本土台湾人长期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啊，不人道待遇，台湾民政府在法理的坚持，我获得了解脱。今天就是安尼，我看到秘书长，我看到咱的啊郭牧师、郭教育长，我看到足多人足坚持，你有想无？今天。秘书长若是无坚持，无简单呢。拄开始十个、十五个，佮冷气无倒啊，无冷气，无电风扇，无电风，规个同心来到遮，都遐暗讲安尼，无烧水啦。以前头一期个吼，冬天来到遮无棉被啦，暗时啊困啊，鼻鼻喘啦，安尼嘛贵呢。哦，我听着足感动个呢，恁偌好命，你敢知？你看那边那是那地是冷气，还有音响，还有电风，哎呀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早起这样鼻鼻喘，梦到牛牛牛这样，哦，晚上要睡很难睡。所以经过这过程了啊，这个曙光渐渐的来，黑暗渐渐的离开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咱大家努力的所在。无头前的人，咱后边的人敢有得到？无可能嘛，吃那么好
吃到两天三天就又加肥一下呢，吼，三尾牛的进前，到搁穿后，要离开啊！你看吼，你拄仔报道是牛衫，搁穿起来，结果个性无共，伤过迄落，伤过窄啊，不是太小哈，太小。你变成讲这三天会肥哦，要注意哈，无紧啦，肥的明仔载拜一开始就要减肥了哈，啊，安尼。所以呢，真理是什么？在后代的一种这思潮的一个挑战呢、啊？那何谓的这个后现代的思潮？在十六世纪宗教的改革，我们今天不谈宗教哈，我们就是说宗教的改革起十八世纪启蒙的运动，欧美呢，它将欧美的社会带入了所谓的现代的这一个时期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威曼开始，这个理性主义的、科学主义、经验主义都成了主流的思潮。就开始慢慢的进入了主流的思潮啊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叫基督教的这个副教学里面，它是主要的一个对手。所以呢，到了时候我们慢慢的进入了这个时代的潮流里面，这个挑战到今天为止还是环绕的理性跟信仰这个主题来回应，理性跟信仰这个主题来回应。我们今天看到真理这个是那个泡泡也来到家哈，弄乱一样，可能不适应啊。本来咱做个安尼足水个，照你遐行，结果无啥共款，所以咱忍受一下哈。真理，你看真它是永远真实的。我们讲真它是永远真实，它长久是永远的生命。知识不能解决生命的事，对不对？生命也管不着那个智慧的那个，就是说知识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区别有很多。那个理呢，是经过众人、教职人、画家需要我就用律法来制衡，所以设计了万国公法，设计了战争法，是有了这个旧约三合约，我们才根据这个理法律来明白了解。这是架杠的，那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是经过众人的经验，用他的知识智慧把编成这法理的论述，好让我们才有今天这个方向。我们看见虚空的人没有真，只有理，只有纷争，只有计较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里头没有真实，刚才只干嘛讲道理，讲到尾啊，吼，一个人行出来都不敢看啊，那种叫虚空、空洞、空虚的人啊。那我们就说真人的这个价值是有真在成理，人生的价值就很丰富咯。来第五物件该讲了，我干嘛讲，哇，越挖越棒，越挖越有东西，接着是这个两个的组合。所以我们对不起，哎呦，好，所以我们要精算，唯有台湾民政府这一条路，唯有台湾民政府这一条路才是真正的啊！这个也都会跳了哈，这个东西都没有，唯有台湾民政府才是唯一的道路。我们必须看见这些哈。当我们谈到这里时候，我们知道生命知识与生命哦基础哈。这个修理车的那地方有一个车主呢，来修理他的车子。一来修理，他检查以后呢，他就拿那个榔头，安尼看了安那，咚发动，都安那就可以发动了。然后他要多少钱呢？10.5块的美金啊！乔助工，吼，遐贵，你安尼讲工资都十块半，你敢知？问题在伫遮。这个状况就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要去了解哈。他敲一下收了多少钱？他在那边喊嘛啊！这个车匠说：“我就是我变成说，车匠说，那我收10块钱好了，因为我敲一下值得半块钱啊。再知道要敲哪里值10块钱，这是不是智慧跟经验？他知道我被敲，随便敲一敲也画不动啊。他知道那个塌掉，或者那接触不好，一边靠这里，他就可以发动。这是靠了的经验啊，经验的累积。那这一个学生呢，
这里呢，这边说到这位学生，他这样听在公民课程的时候，一直在想可听老师讲的是，伊感觉讲吼，十分的感动，孝顺父母是应该要尽的义务。年轻人懂不懂孝顺父母？老师有滴讲的是，他非常感动，非常感动，伊考试非常好，他还是立志要对父母孝尽孝。只是有一天啊，伊倒转来时，因妈妈就讲：“哎、欸，阿英啊，来来来，迄搬起来，阿英啊，一边要洗洗，一边安尼念到尾啊，就俩讲啊。”吼、哦，马上就啊那，吼气到要死啊，就推诿啊，啊就是安尼，到甚至跟妈妈顶撞。今麦少年是不是安尼？进前曾经就是感动噶，想要做一个吼、哦、来孝敬父母，结果妈妈的啊，入来就是的啊差。后来啊，安尼来他没有办法完成，后来他非常的后悔。啊，有一天啊，非常懊恼，有一天啊，拄到啊老师，他就鼓起勇气问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做到。”我实在没有办法做到，是怎样？老师不料老师母的讲，老师他也是讲，哎，我老实跟你讲，我也做不到，啊，我也做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做不到，因为老师回答说他也做不到，常常不够啊，孝敬父母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生命的关系，这不是知识来管理，那是生命的活出啊。好、哦，不是智慧的判定，是生命的活出。所以呢，这个两个层面里面，我们讲说知识可以解决啊，前后面是属于生命的层面，是知识没有办法去解决的，没有办法去解决的。所以我们孝顺父母是生命的活出，来到这里也是一样，你感受了以后，成为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，那个法理的论述成为你生命的元素的时候，你碰到人，很自然活出来嘛。活出来，人家从你的叫谈吐各方面行动就知道啊，他走对了这条路。这就是我们目前今天所要看的。所以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，但是说宇宙的真神，你要了解到，这不是宗教。我们讲说这个宇宙有一个真的东西啊，它是信实的，它是公义的。我们刚才讲的，你它是冷的，没有感情。我就拿一个火车头，火车头。以前台湾也是有一个火车头，啊，火车那个头，那就民进党动手，台湾，台湾吼，拍拼努力吼，大家讲动算，吼，拼到拼到无眠无日，啊，咱就对伊行，火车头安那行，咱就对伊行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同样的法理论述有这个构思，啊，火车里面，哎，火车里头，它产生动力。有真理在里头，有火焰，是因为你是火炭，我是火炭，然后全部凝聚了以后，燃烧出来就产生怎么样？能量，好巧呢，无怪专家拢来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就是讲能量产生，因哥哥、因姐姐、因妹妹、因家孙公看讲啊，能量来啊，一点嘛，咪咪对来家啊，所以得着的能量，它产生的爆炸、暴力，它就驱动了。而产生的动力，但是可惜，早期民进党产生动力，安尼乌白洗，好安尼洗来洗去，洗来洗去，洗来洗去，看嘛是安尼，因为他没有法理的论述，成为诡计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非常的幸运哦，你看看，这有没有听过摩西？你知道吗？摩西他这个人是也是在那个也是埃及的这个那个炼狱中的人。埃及为了制衡这以色列人呢，将所生下来的男婴一律怎么样？有没有人知道这故事？全部杀掉，为了不让埃及那个以色列人茁壮，人数越来越多，也这样，所以开始实施生了小孩子马上就要怎么样？以格杀，全部杀，不让以色列的有男婴出来，女孩子可以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刚好那个时候是摩西生的时候，啊，摩西生的时候。今天呢，摩西跟我们的这个秘书长有雷同之处耶，真的有雷同之处，这是明明安排的哈、哦，这个明明安排的。你看神显现的是火焰，满了能力，这不能靠近耶。他想要靠近的神说不能靠近，这是圣地，所以他脱鞋子，匍匐在那里聆听神指示说你要去，啊，将埃及的以色列从埃及。脱离出来，后来这个怎么说呢？这摩西那时候讲说：“哦，我要你老啊！”就人来讲，我要你老啊！
干嘛说我好不地灰。他说你去，神的能力就随着你去。哦，这个状况不一样哦。他听了就顺服，他就去了。他听了若是怀疑，他就没有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脱离埃及了。今天台湾民政府也是同样啊，就像我们看见他因为这个样子之后引爆驱动动力，就能够带领以色列脱离埃及。我们刚才讲轨道，我们刚才讲火车，如果没有轨道的话呢，他 有既定的目标吗？没有吗？所以民进党无法理的论述，没有轨迹，所以他在那边打转啊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嘛是对啊。结果呢，是安怎要独立，敢有可能？为什么？对哦，他是在流亡政府的体制下嘛，一动算要宣誓，变他宣誓。以治理鬼命，鬼命，所以我相信有功夫。下面人的主意，害你害我，同一心念念，你敢知道这是什么事情？什么人知道吗？三民主义，海内海外同一信念，下面人的主意，三民主义嘛，害你害我，同一心念念。哎，再一再的讲啊，是不是呢？妹妹，你有妹妹，你捌听过无？就发明古玩水，你玩水水去啊嘛？玩水玩水安尼，炸的宣布他不是嘛？哦，南京那条白啊，因你有看到无？有人看到无？也像哦，在南京炸的那新演演嘛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爱了解，伊早甲你讲过呀。啊，海你海我同一心念念嘛，你阿哥底下万岁，祖国万岁，唔通啦，来驾车，看到这种的情形，你看火车头若没有轨迹，轨迹是他既定的方向，他既定的目标，他满了爱，你安心的坐那一条火车，一步一步的往前，啊，这个就是不偏不离的最主要的目的跟中心。所以法理的论述在1895年5月8号。哦，咱有滴讲嘛，对不对？马关条约，迄是虾米人甲虾米人签订的合约？有人知无？啊，来做会念，签订台湾跟台湾周边群岛与澎湖永久怎么样？哎，不是割让给日本政府吗？哦，巧呢。哦，日本新日本国跟这个大日本帝国一样不一样？你们是要回归日本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嘛，大日本帝国哈，所以更清楚。来上课是不是有益处？啊，然后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哈。然后1945年的时候，日本天皇按照的万国公法实施了宪法，以全台湾给台湾人民参政权，还有什么参战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台湾被入编入为大日本帝国，成为神圣不可什么不可什么，这个你要清清楚楚的，我们要了解这一个环这一环。所以旧金山和1952年4月28号和平条约生效，就定定了台湾权的曙光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不像林博士那么样的专业，但是从他的分享，从他的论述，我们享受到了。我们很简单，用享受的方式去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，安尼的好啊，好。所以台湾民政府的火车头不赶快吼，你看有足多人做成一个吼完整的火车头，它是具体的群体集合在这里，经过经验，经过上课得着了知识，就有智慧判断去跟分享，是不是？有智慧判断去分享，使这法理论是说。能够成为我们这个目标，这个曙光，带进了新的潮流。所以台湾民政府的这个列车啊，这尾阶哈、哦、啊，用电脑尾阶的哈、哦，那不是所以担心呢、啊，有那种感觉。你看今天未来的机会掌握在你我的手中，你相信吗，帅哥？你相信吗？可是我看你没有信心呢。应付我，有没有信心？站起来说，我有信心，喊一下，告诉他们站起来。面对他们
面对那个镜头跟全世界的人讲，来起来跟全世界讲，来站起来面对那镜头，你有没有信心？三次喊，再一次，三次啊！好，我们给他鼓励一下。你看看台湾的年轻有信心，对世人说，我绝对有信心，有没有信心？我们大家一起讲，是不是？起来，我绝对有信心。站起来，跟我们来呗，起来，我绝对有信心。但是你有信心，我看你足淡的。好，有人讲，敏感啦，唔通啦。哦，我奶奶讲你笑的呢。我甲帮我的头讲，看病要看医生哦。我一个叫我今麦伊讲啊，有影无笑。我红小看有影是假讲的。哦，火车头啊，带着我们有法理的论述做轨道，我们不偏偏不倚，既定的方向，就是咱的总理讲的那个光进来。黑暗渐渐的离开啊！我们不需要跟他对抗，我们不需要跟他对撞。我因为法理的论述做我们的轨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高沙，我要这个，我们高沙在这里啊，在高雄州、台南州、台中州、新竹、台北州、宜化东州就成立了。下次你们到这个那个台南，到台南面去去看麦。啊，咱看到迄个阿碧饭店，即马是安怎？哎呀，无敢看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迄扛棒偌大，小多摆从迄个棚扛啊起来就，哟，迄啥？安尼，大家拢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啥？我嘛是讲，看塞车塞，伫遐嘛，迄就是咱的愿望，咱的希望，对不对？哦，听讲迄个啥，宜兰酒嘛是同款，台中嘛同款，高雄酒嘛同款。啊，拢开始，迄个啥，那个叫做金灯台，一个一个金灯台在各地开发结果，安尼好，啊，非常好，所以一列一部列车在这里一直慢慢的带动我们脱离什么？脱离政治的领域。什么叫做政治的领域？有人感受吗？咱会早时啊，透早起来。起来看到老人叫什么？叫囡仔，叫纸棒，那是老阿妈，那是咱本土台湾人的阿公阿嬷呢。我是想唱讲，我太太讲不要再唱那一首歌了。就囡仔看未无，就囡仔看未无，就囡仔看未无。就干那干杯不？我唔知道你有感觉不？那是本土台湾人，你阿公阿嬷呢？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政治的另一中？我唔知道你看到迄个是，你看桥都系外国，你唔知道？头前一包，边啊个一包，头脚后边啊个一包，手个摸一包，安尼脚个开开，吼、哦、阿嬷熬骑车呢？我看到是非常感动的，这就是咱的阿嬷、咱的阿公，本土台湾人。你有觉醒无？所以政治的领域不是咱关的角落内底，我们生活领域，我们都受到了这流亡政府的政治领域。请求咱的那啥，以色列人受到埃及的政治领域，赶快的得不着自由啊、哦！那我们如何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？你看看，咱今嘛这种的情形，啊、哦，油涨什么涨，涨到末了，那无点力啊，对不对？咱今仔日台湾人非常痛苦，免了解决减轻生活的负担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了这些如何提升生活的品质，如何营造生活的环境，唯有法理的论述。所以今仔日来到家，我们也是赞呐、啊。来到家里以后，让所有的朋友脱离政治的涟漪，让他们能够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，能够改变提升他们的生活的品质，然后也可以改变他们营造出生活休闲的境界。那就是咱的目标，总理讲，咱的目标就是很好。所以咱今天来到家，你得到了。我们本土台湾永远有一个盼望，这就是、哦、台湾历史所感慨，我们看看摩西的特质。他看见异象，他就舒服。但是咱俩到家吼，
这个论述公共的是说那么可怜的事情，我们不顺服呢。我们很多都是、哦、他简单的相信，绝对不怀疑，还有摩西的性格、哦、然后呢他大胆，因为听信神说你去，他就相信了呢。所以圣经说深信真神赐予他的能力，他不会怀疑，然后呢他坚信、哦、不偏不倚的信仰。法理的论述是我们中心思想，我们中心的目标，我们听了我们是大的往前，是不是？那今天我们必须要有执行力，执行什么？坚定不移的这个力量。今天在这里没有这个联合论述，没有秘书长一个坚持，没有总理他们的坚持，我们今天也一样无望了、哦、非常感动，他们要坚持什么都做。所以、哦、感动，你们要一个感动的心来感动别人、哦、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今天看看台湾，我们在说的时候他说台湾、台湾台湾人说我没有看到啊、哦、他看到了他也不顺服啊，所以他也不敢相信。哎，那有可能的事情？不可能的事情啦，哎呀，那诈骗集团啦、哦、有人听到诈骗集团没有？啊、你怎么跟他说？必须对我说、哦、大胆告诉他、哦、他如果是没钱你就拿一块、啊、打165他就知道了、哦、所以呢不用怀疑，我们满了怀疑，然后没有胆识。你说唐娜中国难道会不有动作吗？这样的好，有人跟我说、欸、你一姐在这我熊熊啊救起来、啊、敢有肯？他可能不会肯啦，人都是这样，敏感的，不能说啦，我们台湾人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问题、啊、我们没这种正确的信念、啊、我们今天有很多地方，今天跟以色列的光景是完全一样，注入我们是流亡政府，注入到我们台湾，对不对？流亡的政府，因为我们是不听信。所以呢这边有一个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儿，我的女儿，我养育的女儿，将她长养大了，但她竟然是背逆我，没有爱，失去了爱。很多这些年轻人也不听父母亲的话，是谁的问题？是不是教育问题？那个毒素、严肃注入到年轻人身上，没有情感啊，所以造成这样。他说，连牛都认识主人，连驴知道主人的草耶，何况我们的人呢？就悲哀耶，对不对？所以难怪我们这个土地荒凉啊，没有祝福啊，啊，那些都痛苦咖呢。阿公阿妈叫捡粪扫，啊，捡那种南山的物件，这个是什么社会嘛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必须，咱爱觉醒，我们必须要觉醒。啊，现在不谈这个，因为快时间也快到了哈。在炼狱中也是一样的。以色列失去了人，失去了尊严跟其自由。刚才台湾是不是赶快？非常赶快呢、啊！我们在另一受到逼迫，受到辖制，对不对？受到辖制，然后让着所有的以色列受苦，因为他就制造了这两座祭城，好、啊，比东跟这个南塞，使他以色列人没有空间，加害逼迫。咱台湾人嘛是赶快，二八事件所造成精英东西，我们爸爸嘛举的例子。所以说到这也会流目屎呢，吼，咱这种苦命就闹天理啊。所以今天来到这，咱看到有一个真啊，那个真实，那是永久，那个是有生命的东西，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了解，吼，进一步的了解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状况，看见的像这个摩西也一样，今天我们看到了秘书长的状况。实在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，他是颁发这个法律，而且又是先知，又是牧人，又是非常忠诚的、哦、然后我们再看到今天因为这个样子，台湾本土台湾人觉醒，觉醒是行动。你看这个是谁？肚子大大的，我们参议长、哦、那个众议院的议长、哦潘良华、当时这样子，你看小孩子现在都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看见这个我们台湾人公公啊，欢迎祖国了，欢迎祖国了，哦，安尼啦，哦，你看这种的人方言，那就会方言，而且你要偌济钱，也够会存偌济，你要37万吗？还是叫73万？
对啊，无意思啊！你看，恁拢是恶人啦，我淡定的，安尼，啊，无感觉啦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这样恶词哈，恶词的脸蛋，对着囡仔讲安怎，笨蛋，好、哦，你这个笨蛋，还有这样讲安怎啊，懒得理他了。但是可怜的咱台湾人囡仔呢，无奈他得到了这个，他这个他是动物的他哈，哦，他得到了国际认证了，哦，对不对？本土台湾人无奈啦。啊，是不是就悲哀可怜呢？啊，咱的囡啊，25K 啊，只吃泡面呢，就可怜呢，少年人对不对？好、啊，很可怜的、啊。所以我想呢，这个情形下，你看，啊，我用5000万保出来的，啊，你看，公务人员不是一般的人，不然你们考上干嘛？这么无耻，啊，无耻，你看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你看一家下面，你看，啊。好家仔，伊讲你翅膀长硬了啊！你不听话了。这人讲好家仔，我唔是人啊！好家仔唔是人，伊是恶人，佮佮唔是人，对不对？啊！所以你看台湾贪油，已经嘛想了总统府淹水啊！你看看我都爽歪了啊！我爽歪了，你看啊！马英九到乡下吹嘘啊，米酒降价都是我的功劳了啊！可怜呢，流亡贱货。好，现在喊口号哈，因为时间到了哈，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？你们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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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别起来！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 ？no no no！ 中华民国不是流亡政府 ？no no no！ 很小声哎！中华民国不是流亡政府 ？no no no！ 中华民国占领台湾 ？no no no！ 中华民国政府绝对不是台湾政府 ！yes yes yes！ 好，再一次来 ！yes yes yes！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要继续下去。愿你们下一次呢，还有非常的好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。精彩的演讲，沙盖，伊是出生在宜兰大同乡原住民，大家给他一片的鼓励。好，起立，行嘞，休息10分钟。